你看过呀，《让子弹飞》？我确实没看过。미니언들이 상성되었습니다. 建模，打把建模。哎，现在钻石用晋级赛吗？钻四到钻三，钻三到钻二，钻二到钻一的，需要晋级赛吗？我操你！第三段 Q 咱不吃啊。一上来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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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这三段 Q 中间一定不能吃。这建模也太怂了，一个兵也不补，玩个锤子啊，大哥！你就眼看着我补兵，这人一看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没媳妇儿。我们家的小兵就好比他的老婆，他就只能看着我补兵，怂。我来了，你给我死！进他身，嘻，可以，你还得 W 我一下呗。兵线呐，是真烂呐！这肯定不能回家啊！家肯定是不能回的，避他一下。平 A W 双 Q 平 A 平 A 平 A 呀！少 A 了一下，哎呀！他有闪啊，小心点。我们有小饼干，不着急，钻草丛。他没有骸骨镀层，没事儿啊。吃个小饼干，加移速 ，Q 闪打不着，没事儿。这说明这里边有眼儿，不过我们有红 buff， 我回血比你快。哎，你别着急，这波咱指定不可能回家，谁也别回家啊，谁也不可能回家。哎，假猴耗你的血，我操，这么猛！哎呦，我这有点厉害呀、这有点厉害，兄弟们，这确实是有点狠的。这是怎么操作的？这也太亏了，这关键兵线进塔了。这是 QE， 升了，完了，差一级呀、哎呀，这兵线太难受了，刚才这波兵线，我靠！
有点让人玩不了了。忍，忍耐，我们突出一个忍字，都不要了，我不补了。忍啊，忍。你给我死，该我了，哈哈，该我了，让你空线，没闪现还这么狂，我打也不干你吗？还空不空了？再见。这个样子吧，先来个死刑，不行，只能来死刑了。还好我有鞋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空一波线儿，20秒，叫人是吗？啊，叫人是吗？行啊，哈着没闪，确实是上当了。叫人了，可恶啊，可恶的剑魔，跟我玩赖的。这波我马上到啊，这波我马上到，能打，只要死一个对面就全死。扛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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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操，这峡谷新风转回去了，哎呦，这么恶心，为什么屁股转回去了？我打你妹，线儿还完了，线儿还是往回推的，哎，没个打，太难受了，这
操，这建模有点东西啊！啊，这建模。不行，兄弟，建模确实挺厉害的，建模。完了，我们炸了。我们又活过来了。这猴推线是真慢，每回推线吧都是卡到这个位置。我不知道建模有没有传，我们默认他没传，好吧，我们就默认他没传，硬拆。差不多了，该回家了。谢谢宇智波广坤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第一波跟他闪现杀我太伤了，第一波伤了以后差的级有点多，然后第二波这个位置拿阿卡丽拿到峡谷先锋我没拿着，完事谢儿还是往我们家那边往对面推的，又亏一波，以导致我们巨亏无比，老亏了啊。都可以啊，随便啊，你随便给他一个吧。我要赶着去吃狗屎啊，没屎吃。难办呀。有个视野。不是闪现都不交，是我们交了也没有用了，我就不交了吧。这建模确实挺厉害的，连招有点厉害。从第二波连招我就感觉到这个建模不太一般。打团吧，线上不能跟他打，打不了。第一波亏太多了。好，这波把上路开了。这怎么能打呢？
投降肯定是不行。有点乱了，哎，又800，队友说我养了个大爹，建模还行吧，我给你摁摁 TAB 你就知道谁是大爹了。建模还凑合地儿吧，清楚没？不过那阿卡丽出的推推味儿有个屁用啊！好不了，唱死！中路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！给我抠的，哎，这抠的真是歪！这1000，这又1000。有佛爷哥，一切皆有可能，知道吧？哎，来小龙，两件套。先把中路线收了，然后小龙试一试。这福爷哥没大，塞拉斯也没大，不行给了吧。哎，不用给呀，他没船，他带。先给我杀轮子吗？我操！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，发抓 Q 了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勾引他呀！我在勾引他异我！我没想到他这个逼，这个人直接啊我，你知道吧？他直接给我啊死了一个啊，虚虚有点高。哎，不过还行吧，4.5，可以接受。小龙谁的？小龙我们家4.5，还行。就是阿卡丽四杀了呗。又出现了一个新爹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那轮子妈是我们家下酒菜，就杀轮子妈，别人不杀。就杀轮子妈。
这剑魔老脆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给我杀杀杀杀杀杀！大龙打不打？干干干干干！不就一个阿卡丽吗？打得快呀、啊！没视野，快打龙！来斯，快撤！哎，撤不着，不撤，不撤，不撤！我就一个阿卡丽，阿卡丽还个老蛤子，老蛤子往哪走？枪毙！吧，可以。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多大点事儿呢？哎呀，呼一直发得啊，呼一直发得 ，no 发得 ，no no money 发得，五 v 五 can win， 轮着妈是傻子，杀轮着妈就完事儿了。一会儿他们就心态爆炸，心态一爆炸，问题就不大了。嘿，我要杀俺们家女警，呼一直就发得啊，呼一直发得，狙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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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狙！哎呀，剑魔，剑魔还能跑了？跑不了，漂亮，一波。有这福爷哥，一切就有可能，知道吧？这个英雄收割起来，直接游戏结束，无限收割。我们家这波少个人都打过了，小龙，小龙加秒表，这个剑魔确实挺厉害的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剑魔有实力，兄弟们，剑魔。无论是从他的连招，这应该是一个专攻剑魔的玩家，要么就是个职业选手，否则不会有这么猛，确实挺猛的。打过我了呀，但是他要输了。好弹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。这家伙，给我通杀！叮！嗨，拿下！我都忘了我有钉了，我才想起来我有个钉。假猴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机会。给佛爷哥点个赞吧，佛爷哥。